你们几个精神头不错呀。也不是不错，是太好了。这个爬出来了。你看你这个，我把那两个。还能爬出来是吧？爬，它。哎呀，你这个爪儿，这个。它今天爬到这儿，爬到这儿又往出蹬。哎呦！啊，好好好好，我去看着这个去。你挺老实哈。嗯。别喊了，别喊了，走，咱俩回家，回家。嗯。刚喂完没几会儿。好的。疼，大哥，大哥，求放过，求放过。啊！看，全是这个。我感觉我喜欢这个，奶心奶心的。地中海，就你这个脑袋大。哎呦，你这小爪真尖，是吧？真有劲儿，你。看看你眼睛，哎，你别看。还抠着人家的脑袋疼啊！你别抠人家。他刚才眼睛不知道糊上啥了，给他。哎呦，你还咬我，你还咬我。老不听。到了，好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来来来，孩子们到家，快快快快，给我们弄饭，孩子饿得不行了。这个嗷嗷搞得跟好久没吃饭似的，昨天都没嗷成这样。哎，你们刚吃完饭也就一个小时，孩子们又要吃有劲儿了。孩子，猪铁蛋白，吃猪铁蛋白。很多人问为什么叫猪铁蛋白，这个是猪铁蛋白，孩子们以后就是猪铁蛋白养大的孩子。哎，别用手行不行啊，以后养孩子我真的担心。接点水呀，谁想吃啊？大哥大哥，你看看你这个上面这个脏。哪个脏？你这晃匀了吗？我以为他就是这个样子。男生养孩子不能让爸爸带孩子，太可怕了。你不行，看看奶瓶他们能不能用吧，他们要能拿奶瓶吃就省心了。来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你爬得这么厉害。哎，你怎么爬得这么厉害，吃得这么费劲？他昨天吃饭就不好。哎呀哎呀，先踩奶，先踩奶，吃啊，孩子，光踩呀！您别吐啊！那你不吃不吃，来，铁头。你哪有拧着拎我们脖子的呀？啊，来来，铁头。你别喂了，别喂了。不，我还是很成功的，是，这是猫爸的一小步，是家庭的一大步。你孩子吃一半漏一半，你别喂了行不行？咱奶粉也挺贵，乳铁蛋白也挺贵啊，孩子也挺贵。哎呀，看看看，哎，等会儿有两只白猫，喂了哪只没喂哪只啊？怎么办？我现在好尴尬。我你吧。你别喂了。我试试奶瓶啊。你。瞅瞅这孩子，本来就一身煤灰的，又换了奶。哎，好嘿，这比正太师妹聪明多了。哎，咱给他们做一假妈吧，把奶瓶挂着。啊，给肚子上掏四个洞。那谁吃谁没吃？你看这像嘴不撞的，可怎么办呀？嗯。嘴不撞的单拎出来，你看他不吃呢，他肯定就是吃了，有没有道理？他现在也不吃，他吃饱了，给其他孩子吃。乐什么呀你？哎呀，你逗死我了。
你怎么还把人身上那奶舔了呢？好孩子，我给你们把奶全洒身上得了。那个要喝，那个要喝。哪个？嗷嗷的那个。哪个嗷嗷呢？我看都嗷嗷呢。哎呀，又滴身上了。快干嘛呀？擦的，一身没灰，别让他舔了。舔舔更健康。哎，这橘怎么就没吃呢？还快，全撒了。蛋，您你醒醒，其实叫的够欢实。嗯，他们只要认识奶瓶之后，弄完奶瓶，他们应该会吃的。嗯，外面已经疯了，你们别喊了。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他不想吃了，你想吃你就上去吃，小黑吧。这一边嗷一边吃。嗯，他们不是说了吗？吃饭骂骂咧咧。这真是吃饭都堵不住你们的嘴。我现在后悔把正大食品那个别墅扔了。不然还能给他们住一下，还得给你们再做窝。你吃不吃？吃饱了吗？还可以再来点哈。你给我们兑了多少奶呀、啊，大哥？剩下的就得扔，你知道吗？为啥？放不住，放一会儿就成酸奶了。你给他放那儿，看他们自己会不会喝。奶瓶这么吊着，我怕他洒。我说你把奶杯放下，你猜他们有多大概率会把那奶杯扑翻？把自己抢奶喝，哎，好。我的妈呀，他是谁呀？你是 Run 还是小白呀？他是 Run。你这个动作很灵活啊，相当熟练啊。你看个儿大，哎，不对，他是抓，他脸扁。那他头大，他是？你看那个长得委委屈屈的样子。那这个呢？这是小白。嗯、你很熟练呀。你为何如此熟练？我觉得奶瓶挂着。哎，吃饱了吗？再来点吧。还要吗？哎呀，你看看这就没够，这是吃饱了的表现吗？这是吃饱了的表现。我跟你说，他们除非睡着了，不然就没有消停时候，要么当时花手都快崩溃了呢。吸晕他们吧。哎呀，别抠啊！你这小尖爪子，那会儿还有个妈，这会儿连个妈都没有。可不嘛，需要我的帮助吗？咱家除了花手就谁都没有带崽经验了。你继续。哎，你真有劲儿，你真厉害，你可真厉害！来，你出来是吃的吗？不是吃的就回去啊。牛！啊，你是小勋吗？嗯，小白，咱找箱子去吧。嗯，你们安静一下啊，我先给你们换个新尿垫。吃，还要吃。走，咱找去。好。